小朋友，今天我们的作业是写现在，现在。那现在怎么写呢？我们一起来看，现在怎么写？现在，横，横，竖，提，竖，横，折。竖撇，竖弯钩。再怎么写？横撇竖横竖横，最后是横。最后一横就是横。现在，现在。现在，现在跟老师一起来写。现在，横、横、竖、提、竖、横、折、竖、撇、竖、弯、钩。现在，横、撇、竖。横竖横，现在。今天小朋友的作业就是做现在。今天小朋友的作业就是写现在，现在，现在。好，谢谢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再见。